我们早晨老早就出去了，然后现在，婆婆做完回来了。哎呦，这什么东西？早晨去的时候着急八慌的，然后出来的时候，我们又要快回家嘛，因为那个金柳健今天不上学，然后给她放跟阿姨在家呢。看看婆婆做完了之后，我妈，你给我带。做啊。做啊。皮肤干嘛？你做就是。可是买一盘冷冷的，可是我跟你讲呢，婆婆说，因为我脸上抹老多了，我看都糊挺，看看皮肤哥，啊，亮很亮，搬家搬家看过，他说变好了很多，然后现在给婆婆送的电流要回家了，他一会儿一老来电话，我的天哪，然后我们就赶紧回来，本来想吃个饭再走，婆婆说快回去吧。孩子还在家等着，行，我就回去了。哎呦妈，我来那么多快递也不行。哎呀，我得看一下，我的快递到了，一天来快递，哒哒哒哒哒，真是钱不是白花的啊！那小皮肤锃亮锃亮的，哎呦，这什么东西？那好多，这个是有婆婆的吧？好像是，婆婆也看到了。哎，那个是婆婆的，这个是我的，都没吃饭。快来拿点零食，哎妈，拿一个炸酱面我就吃，就爱吃这个辣炸酱面。家里又成破烂市场啦。回来。妈妈，哎，要给小宝宝念书啊。嗯，可得。这是阿姨炒的芹菜还有小鱼，中午就吃了个汉堡，回来给我饿的，赶紧吃饭。哎，吃完饭了，给大家看一下。哎，阿姨觉得我们家就跟破烂市场似的，翻箱倒柜买的衣服，不能不穿就扔了吧，太那啥。哎呀妈，看给我老公的手似的，我老公回来得吓一跳。行，这啥这是？哇！妈啊！还摸那个脖子。好吃。哎呀，有菌的，有个。我说那怎么办呢？啊。手术完回去，那个出去啊，还是现在出去啊？他说呀。他说的，我等吧。等奶奶这个手术完了，我们出去。呀，아프잖아요거나살살해살살해장난치는거야그거때리면아파너때리면아파봐他这家还愿意跟奶奶玩，你看叫奶奶好像老。好了好了，너나가啊，나가，나가나가나가啊啊啊！你说，뭐여기야？你看。然后这边还有一堆，哎呦妈呀，全倒出来。喂，现在要去接近老二，阿拉索，你看看，阿姨，快哇塞一下，哇塞，哎呦妈，太好了，啊，走，哇塞，这包谁要的话给谁拿走吧，这新的没背过，我也不背包一天，走，阿拉索，看，哎呦妈，这外边乱七八糟。接他们放学，哎呀呀呀！今天我们干了好多事情呀，啊，卡！婆婆也去做了美容，很开心，皮肤又变好。阿姨来家里又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哎呀，明天又到周六周日了，我们又要去露营了吧？但是明天老师来上课，哎呀呀呀，快走，今天阿姨在家里，我早晨走得早，带婆婆，然后早晨就把金柳剑扔在家里，等阿姨来。阿拉斯卡的，看看，这是阿姨收出来的垃圾，又是三兜子，每次都是好几兜子。然后我婆婆往回整，咱就往外扔，你说咋整？我早晨走的时候，那个你来，你几点到的？24到了，他哭了吗？没哭吗？没哭，在那还看电视呢。对啊，哎呦我的天，我寻思
走了，他在家等二十分钟，又咋的了？还得哭呢。哎呦，这小眼泪滋儿帮的。今天金老大的学校也不知道抽啥风，又是什么节日，咱也不知道。天天放假呀，你说交点钱不够那啥的，竟放假了。然后呢，我还带婆婆去那个美容院了，早知道不去了，让婆婆回来好了。然后早上我老公八点就走了，这家伙的，现在咋整？然后就给金老大扔家了。不正，他在家看电视，哎呀，得看了得有30分钟吧。他说我自己关了。他说我自己关。哎呀，还挺听话的呢，自己关了呢。那一般的时候还得，哎呀妈，追着说的，哎呀，快关了吧。他从来不管我赖唧唧的啊，这一天啊，我咋干，我就听他的。但是他挺有分寸的，该他自己知道该干啥。对，他自己在家他可听话了，就金柳俊一回来，他俩就勾芡。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干啥，到了几点该出去玩，然后得吃啥，他都知道，是吧？我问你咋办，然后他就跟我说，等一下出去玩，完了回来的时候，我说你吃啥，他说我们吃面包吧，吃面包。哎呦妈呀，这家伙，你还知道自己给自己安排食物了。如果你阿七妹买咋的了是吧，还没买，他们才没过，我是讲课무섭지도않았어아이고다커네그지엄마좋은아들이네아이고잘했다我给他扔家了，我有点不放心，你说说，就能扔。I love you。我扔一会儿我也不放心。哎呦妈，还有点小。他问他害怕吧，他说不害怕，没事。他说妈妈你快走吧，他都嫌我烦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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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